活動教學，咁但係咧都站於係喺可能熒光幕啦，或者係書本上面嘅一啲嘅知識。但係嚟到呢個教育營咧，不如好似我哋琴晚觀星咁啦，我哋真係可以咧透過一啲天文嘅望遠鏡去睇天空嘅星空啦，究竟係點樣？仲有咧唔同嘅導師咧去介紹關於星座嘅知識嘅。咁而生態營咧我哋都可以喺大自然嘅環境啦去觀察啦，咁總好過咧睇書本上面嘅一啲嘅圖片嘅。在課室的時候，他們所學的大部分都是一些學科上的知識，有很多譬如一些生存技巧又或者團隊合作的精神，在課堂上都是學不到的。這些有很多東西你都要試過才知道，就好像我未入來之前，我都只是覺得這個可能只是課你體驗一下一些離開家以外的生活這樣的，但其實不是，他也都可以訓練到你的意志啊、毅力之類的。環境教育，
就學咗好多嘢啦。咁平時喺屋企咧就好少，例如好少喺度洗碗、抹碗啊、掃地啊。咁我呢兩日咧都體驗到唔同嘅生活啦，亦都唔似喺屋企啦。歡樂時光，喜樂相聚。行嗰陣時就前面後面同學扶住我，我覺得有啲感動噶咯，真係估唔到啲同學會咁好咯。因為好多同學其實係雖然話同校，但係唔同班噶嘛，我哋係唔識得嘅，但係佢都會鼓勵我咯，幫助我同埋冇笑我咯。咁我覺得呢個好好咯。不平凡嘅大自然教室。Yeah!